我叫鄧志輝，我是來自順德聯誼總會擁有中學的學生，我的研究叫做薯不簡單。現時市面上各個的薯片生產商都標榜自己所生產的薯片是最脆的，但是現時沒有一個標準的方法去量度物質的脆度，所以我今次的研究是為了找出最脆的薯片品牌，以及設計一個可以量度到物質脆度的實驗。